四局后半两出局。贾少宏这一棒打到了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这个球射墙。迪神广告成了最大赢家。嗯，贾少宏打出了一支二垒安打。哇，那今天真的就是面对这些右打者压不住，而且一旦出现安打就都是长打。对，这也是今年贾少宏对曾仁和四个打数当中所打的第三支安打。嗯，今天的四支安打通通是右打者，都是长打，刚才施正哥所讲。而且在今天看起来没有做很大的修正，然后这个落点，哇，这个球林晨飞这一次接不到了。张振宇落点强了的安打，让贾少宏在两出局之后，一支二垒安打，一支一垒安打，龙队发挥他们的一个串联，对，来到4-1。这个落点哦，真的，因为贾少宏是捕手哦，脚程不是强项，但两出局后哦，还是这种安打，让他再跑来讲的话，会要得分十拿九稳哦。稍微有一点点打在这个击球甜蜜区再进来一点的部分，